日前有网友在 TikTok 上分享婚礼上玉铁被宾客斯文模样站在婚礼舞台上高唱林志炫的不曾离开过，洪亮嗓音完美诠释歌曲，期间更被主持人身体，但对他人不是问题，依旧唱得相当稳，只是在歌曲结束前他不小心破了一个音，让全场响起掌声，网友也留言就在等这个音。就从这一刻，哎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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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